因为我们先到。因为我们先到。可是就算以我们先到的角度，我们也是听正线啊。没差吧？反正进出站的环速。对，本物机是417。我看到。我说本物机417。1500到2000，超便宜，台币1500到2000，超便宜。
就不知道什么高楼上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所以就很便宜。那时候我们的房间才刚整修完，然后住我们这边，我爸妈房间就还没整修完，就好像是这一排先动工了，然后那一排比较，那一排比较旧，这个比较新。我在日本之后，你知道冬天最感动的是什么？上次有暖气。是啊，蛮有趣。我希望这次去东京可以看到雪景。很难，冬天真的很难下雨。我知道啊。我在东京的下雪那一晚睡死了，我姐姐拍了我很多下，我算了，不要叫了。这真的我跟你讲很妙，我们第一天去的晚上就下雪，而且是深夜。那我因为我旁边那是实验，然后在那边给我看那个当季新番。我跟你讲，他真的去日本，更狂更习惯。他一去到日本，你知道吗？拿起遥控器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是很想看，因为那个家伙会懂吗？他懂，他直接转到他用的台，然后就而且还连续转到说，你怎么还没开始？我真的很对，感到两个字也行。因为他对新宿超熟，他对新宿他研究好久。我去帮买必有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家也很需要，所以我们两个负责去买。然后那个我们就在新宿，然后就绕了一圈，这么人很多转角，很多转角，把必有的书啊这些店不会在太近的地方，然后知道一个很奇妙的大楼，然后在大厅里的七楼，然后这真的很尴尬，全都是女生，然后是那种少数的男生，然后在那边翻，然后就觉得。好啦，我也习惯了，就这样，然后我也差不多了。没差了，没差。那真是，我姐拿了一个照片说，这是姐姐要的哦。然后呢，我之后认命看了一下，然后呢，我姐不知道怎么找到那些东西，然后我随便抽，就是五本啊。昨天去看月台。